这里呢就是秦间电视纪念星，在我身边的呢就是自在四方的主要演员。这部戏其实大家都很期待哦，有没有什么料可以爆呢？汉伟大哥啊，爆了就不好看了，要自己去看啊。爆了没工作了。哇，阿哥就是阿哥，讲话还是那么的犀利，知道如何吊住观众的胃口啊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们分别在戏里面饰演什么样的角色？我演的就跟你一样啊，是一个名嘴啊。那戏里面叫鱼，反正是吃人鱼，就是说话不留人。哇，牙尖嘴利的主持人，对不对？那个红影呢？我在戏里面是演杜展鹏，是中不这艺人组的头了，然后又名叫做大鸟。那所有的艺人的合约呢，薪水呢，我都很清楚的。那我要对你好一点。对，那欧轩呢？我是饰演一个叫赵菲儿的三线演员。那我要上节目要出位就靠于凡大哥，我要谈合约就要靠展鹏。哇，看来这个关系相当的复杂啊，是不是？对，要记得六月的时候要播映了，记得收看。OK， 那有什么祝贺语要送给我们50岁的电视台呢？希望大家对我们的爱呢永远都不减。那希望我们会有更好、更多作品呈现给大家。希望节目做得越来越精彩，制作越来越好。哇，那当然，有你们这样的红星，我们电视台一定会越来越棒了。好，广告之后呢，不要走开，还有很多奖项要揭晓哦。那请把你们的。